在很长很长的一段时间里，我一直等待着，等待着它的绽放。只是，就连那等待的时间，也都让我感觉到幸福。一颗种子在宇宙旅行，有多少几率降落在这里？奇迹般的生根发芽，像礼物盛开绽放。花开前我就有感觉，它不一样，它会是一朵特别的花。任由时间滴答滴答，等待着它，我唯一的花。希望说让大家都可以在进来剧场的时候可以感受到我们想要带给大家的开心跟爱，那也希望说从明天呢我们还有很多的演出，五六日都有，对，然后到下礼拜到五月份，希望说大家都可以一起帮我们宣传，然后一起进剧场来感受小王子的 V612 星球的魅力。那这也是我们三个倒数第二场，那礼拜六呢是我们的倒数最后一场，希望说大家可以一起进来，对。好，谢谢大家，谢谢，谢谢，拜拜，拜拜。